恭喜台湾机能系贴扎学会在郑月成理事长的领导下成立满十周年。我还记得十年前月成理事长介绍了我们认识 Dr. Kenzo Case， 他也是 Kinesiotaping Method 的原发明人，也是学会的名誉理事长。在此之后，月成理事长与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成立了学会，共同努力推动 Kinesiotaping， 包括了与国内外各专业团体的学术交流，以及举办了非常多的推广课程。据我所知，这些课程包括了国际认证的课程，以及 Kinesiotaping 技术的应用，包括全身各关节，包括不同年龄层的应用，以及从周边到中枢神经。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，学会也设计了学生的 Kinesiotaping 的课程。因此，我希望今天利用这个机会，谢谢学会，谢谢学会全体会员的努力，让贴扎在临床的应用更为广泛以及更为有效。也愿我们的学会在月成理事长的领导下有更美好的十年。谢谢。